下面这两句都表示在树上，是用 in 还是 on 呢？在做题之前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三个介词的使用方法。介词 in 指的是在一个空间的内部，范围大，不具体。介词 on 呢，指的是在一个平面上，并有接触，范围更加具体。介词 at 指的是一个点，范围比较精准和具体。那么，风筝飞到了树上，没有具体到一定的位置，会形成一个较大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应该用 in。The kite is in the tree。 那苹果呢，是长在树上的，有具体的位置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用 on。 The apple is on the tree。 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看题。我站在你的前面，这里应该用介词 in 还是 on 呢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分享给你的同学，咱们一起学。